挑战，一天只吃鸡。那我就爱吃这鸡腿儿，其他部位我也不爱吃啊。那能行吗？咱家小文的要求啊，你必须办到，要不然呢都不给你点小心心了。我的也是，我就爱吃鸡，啥部位我都爱吃。安排早饭，先给小胖来一盘酥酥脆脆的炸鸡腿儿。美味呀、啊！然后再给小胖来一盘倍儿香的鸡爪子。这鸡爪的肉也太少了。到了中午，先给小胖来一个奥尔良烤鸡翅。然后再给小胖来一盘爆烤鸡头。哇！晚饭就给小胖来一盘香辣拌鸡架。今天吃的真是太香了。